现在上课，你们不是快停课了？七月二号吗？可能比较没有你有问题要叫我再去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我在画，我就可能没有时间再看你的，知道吗？那你随时有问题就是跟我讲，我刚才再转过去看，不然我就要一直快速画，因为我要给你看书，我怎么样把时间尽量画到最大。如果时间来不及，我们可以至少做到，听懂吗？就是你要在最短时间做出最大化的效益。画图的
画这样子，然后人家没什么练习就画比你还厉害，你是不是会觉得那我干嘛？对不对？他大笔一挥就好了，我在那边每天那么练，那么老师叫我练，我自己也要练，老师没叫我练，我还要练，对不对？私下我还要再画，然后大没有画的画的还比我好看，这世界不是何苦呢？所以好，所以其实上天公平的嘛，你花多少时间训练，尤其素描、水彩这种东西，对啊，这笔法好很多啊，你之前为什么不画这样子啊？为什么？你说，你为什么？你是又想要把难度提升，所以你也是三颗星勇者吗？你是三颗星勇者，对不对？不错不错，你有学到我的精髓。啊，我现在变四颗星勇者了啦。是在于你说了什么，我们才看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勇者，我们是看他做了什么。就是他们村没有人要帮他嘛，没有人要去找鸡啊，他帮你去找鸡，他也不在乎，他已经是勇者了，他不在乎。哎，所以你知道他这样子才更吸引，还更吸引人。你是总统，你不在乎你是总统的身份，你把袖子拿起来，你跟农夫一起去田里种田。你现在是总统了，你看，哎呦，这农夫脏兮兮的，我才不要靠近他嘞。哪一个人值得尊敬？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你听懂吗？他不在乎他是勇者这个身份，你叫他帮他找钱，他就帮你找钱。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？你听懂吗？他可以说我是勇者，勇者有在帮他找鸡的吗？你会自己找鸡啊？鸡不用找啊，反正会死掉啊。所以我是说，有些人为什么值得人家尊重，受人家敬敬？他已经是那个样子，他还是。告诉你的这个意思嘛，就是他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变了，所以就变比较伟大了，听懂吗？他还是会很热心的去帮助你，他还是会去，你要他做什么，你也不是要他做什么，他甚至更热心的去说你哪边需要帮助，我来帮你啊，没关系，找鸡，你家里不，他会想到的是说，哇，他要那个这个，我现在是勇者身份，反正我没有事啊，因为我又不是我现在过去，我就把王打败了，那我现在有空闲的时间，他那个叫他找鸡不是守卫吗？他不能离开，我记得故事是这样，因为我昨天才知道，他帮英帕当站位啊，当卫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很担心他的小鸡不见了，所以林克就去帮他把他小鸡找出来，他就很开心，他就可以。就是你真实去想，就想说他做这些。
是关欸，我关还跟你这样子啊？不是啊，你关你本来就是尽量为人民服务嘛。大陆很多是这样嘛，那以前大陆有些好的官都是这样嘛，他会为人民去着想。啊，美国也是，其实每个国家都有。啊，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值得崇敬跟崇仰？他会历史留名，像蒋经国，为什么骂蒋经国的人？他带领整个台湾。啊，你应该不知道，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在听这种历史，因为这你们这个阶段的历史是刻意被压缩掉，所以有时候不是你看到的。不能理解为什么些大人会生气，或者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评断跟评论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错的。但是现在的新闻，现在看到很多东西不一定，所以你们要学会去慢慢的去看。有时候不是看这个媒体，看这个人告诉你说他怎么样，而是你要看他这个人的行为。这样讲，你的行为才会成就。他不是媒体在拍，他才是真的，你懂吗？好，我看一下，破三 D 耶，破三 D， 你有几米？是不是太浅了啦？不要啦，不要一起拼啦，小咪还是拿来画的，小咪，不要给我踩上去哦，看他一步要踩上去的样子。看他有时候真的，他会一直重复拿出来看，然后那一张图就被他盖超多次印章，就快昏倒了。
画图角度很 K， 它卡在我的左手，我把手抓给你看。不一样。